知道我没钱了，然后就这个样子，还是老样子，出来买菜。又加一。我说一下为什么最近有钱买肉啊？因为网友每天给我钱，然后买肉给狗吃，然后我就托狗狗的福，吃能吃上肉啊。这拿一个白菜啊，然后是20匕首。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老是喝酒啊？最近，我想大家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老是喝酒？因为让他们活跃起来嘛，多带我拍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他老妈在做饭吗？我们看一下吃什么。咖喱鸡肉饭。这是要喂狗啊，所以我每天做饭。说他姐夫跟孩子的，没人。兄弟，这是韩国的。那不是鱼。哎。我过来已经时间都快进去了。昨天给了女友交往费的钱，然后今天这个货架上的东西又没有买，因为钱不够了，然后买了一袋米，那米是25公斤啊，1200匕首，一个星期差不多就没了。现在菜炒好了。这个。这是我炒的肉炒白菜，他平常吃不惯我做的食物，所以我们吃饭都不是一起分开吃。我们看他吃我做的中国菜。这是他们的咖喱鸡肉饭。You like? Are you like?他喜欢，他不是喜欢煎，他就是喜欢炒。I like vegetables. You don't like meat? I like you. You think I don't know? You think people don't know?你那么低都没说话，你这个英文说话都说话不是那么明，明白吗？咱们跟他。我吃好了，我今天还喂狗。这碗我是不想吃，
直接我上面还有饭他不吃。倒到地上。我一个手不方便啊。好的。还有前两天跟他表姐喝酒，不是请人家喝酒吗？我不知道当地的规矩。前两天请他喝酒，然后他一直叫我买酒，知道吗？然后我就火，因为菲律宾人喝酒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本来打算是喝500比索的就算了，知道吗？然后他一直要我请，然后我就后面就闹矛盾了，因为不在我计划之内嘛。我们不像他们菲律宾当地人，菲律宾当地人呢，他们是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怎么过了，但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这样了。因为还要继续生活。最后再看一下我女友。Hi, on the bar. Yeah. Yeah. You already black. You still here? Only last finish already. Hey, look at you here.How are you? I don't know, but you always disturb me. You don't know, but you mean? What do you want here? You just block you here again? No, didn't finish, you don't know?Come. Don't come me, So ugly, you always drink. Always waste the money for drink, Now the people know, So you angry to me? Always drink, Always waste money for drink.没有浪费钱啊，老是喝酒。拜拜呢，拜。还有啊，其实他们当地人喝酒呢，如果要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的话，喝不了多少钱。拜拜。但是他们当地人呢，要强迫你。知道我没钱了，然后就这个样子。好的，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